我哋嘅結晶啊，終於要見人啦！係啊，好緊張啊！今日係第一日嘅宣傳活動，好開心啊！英皇電影《超神驚蟹劫案》下星期六喺沙田舉行宣傳活動，一眾演員包括張敬軒、黃遠之、魏俊生等都有出席。軒仔同二班娜都表示，新年都要為電影宣傳啊！我今年想住咧，同所有啲村民去你屋企拜年啊，好唔好啊？都好啊，同埋我哋都有約埋一齊打牌咯，我哋都會擺上網俾大家睇。係啊，係啊，我哋約咗一齊，成班演員一齊打牌。應該是他厲害一點的。如果連他都這麼直接答的話，我因為奶奶訓練有數，所以都 不失禮咯。軒仔，你緊不緊張？你那個全部那套那場戲的反應啊？不緊張啊，反正焦點都會在曬阿 Jeffrey 嗰度，我同阿白子都係為咗襯托佢嘅啫。襯托 Jeffrey。其實我覺得唔一定啊，各人有各人口味嘅，因為有啲人中意食得清淡啲，就是、我呢啲；有啲人中意食得肥膩啲，就是、白子嗰啲係嘛？有啲人中嗰啲就中意完美嘅就揾 Jeffrey。完美，真係完美，真係完美。唔係啊，我冇講啊。唔緊要啦，見今日呢度咁多人。養下你先。